你上学你睡觉，完事你逃学，不都你干的事吗？你干什么玩意儿你？哎妈呀，你干啥呢你呀？孩子，给我闭上！彪子，听着没有？这家能有个好不了？那他，你说这孩子现在能行吗？饺子这个家现在什么样了？谁饺子？干嘛的？你说你言而不详，你就是个搅屎棍子。那怎么的？那孩子怎么的了？什么行都能淹死了，你听不听命令？哎呀，别跟我说废话，童飞。 童飞啊，不是捡来，没人要我。你谁说没人要你了？妈没要你，姥爷要，姥姥也要。好了好了。哎呀，老师，你说我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。你说实话，不行。真的说完我生气了啊！妈呀，不去了。